居住正义，居住正义，公开对谈。好，那我们现在就正式的把邀请函送上去。全国商业总会门口举牌大喊居住正义，立委黄国昌想找工商大佬们谈谈，一口气邀请商总、工总以及工商协进会理事长。为什么邀请这三大工商团体的代表，针对这件事情深入的对谈是这么必要的事情？过去商总的理事长赖正义先生，他进一步的主张，政府应该要调降建商的囤房税。那只有调降建商的囤房税，台湾的房地产才能够起飞，台湾的经济才能够进一步的带动。那我们对于商总的理事长所抱持这样子的观点，完全没有办法同意。青年买不起房，甚至租不起，只能瓜居。工商大佬们成为居住正义的头号改革对象。就麻烦你放过，好，转交给理事长。邀请函递出，工商大佬们不知是否看得见，还是会被已读不回。不止他们被邀请关心居住正义，选举将近，各大政党准备接招。你住得好吗？关心居住正义的声援团体日前向台湾各大政党提出三大居住敏感问题，要他们来提出答复。目前，民进党、时代力量、亲民党以及台湾民众党都已经同意要给答案了，但现在唯独国民党被说是不读不回。我们目前除了国民党以外，其实都有接触到。亲民党那边的话是他们可以，他们说文字的部分他们应该是没有问题，只是说要论坛的部分他们可能还需要再讨论。对，那像是时代力量是现场他就已经承诺说他愿意来参与这场论坛。对，那台湾民众党的话，其实我们之前也有去询问过，那他们说他们目前的住宅政策其实也已经有一个雏形出来了，那他们也已经标的出了有几位候选人是专门要去经营这个议题的。对，那只是后续举办的细节我们还没有再进一步的讨论。对，那民进党的话是我们是第一个递邀请函过去的。对，那他们说他们目前也还在一个评估的状态。针对居住正义，声援团体提出三大问题，要各大政党来解答，包含了资讯不透明、青年首购族权益受损怎么办，以及租屋市场不健全、青年租屋困境怎么办，还有青年买不起、租不起却有百万空余屋，合理吗？蛮遗憾的，就是过去民进党他在2016年小英选举的时候，他有住宅三，他有安居三策。对，那这安居三策其实到目前为止只有社会住宅有一定的成效，所以我认为民进党对于市场改革的部分到目前为止我认为是很不积极的，尤其是像实价登录2.0的跳票，那目前对于就是提出了囤房相关的问题的态度又是一个这么回避的态度。不止执政党挨骂，国民党执政时的合宜宅也被诟病，居住正义谈何容易，成为2020棘手难题，蓝绿两大党都还没有解决方案。有一次是用直播的方式来做，那这里面其实我们就先回答了囤房税的立场。20年后，我的小孩其实也是买不起房子，因为我目前自己也是租房子住，有两个小孩嘛，那平数大概30几平，那一个月大概3万多块的这个租金。在食物链最上层的就是建商啊这些财团，那再来就是底下的这些民代，在帮他们讲话的这些民代，那我们最后一些小市民就只能在底下，每到选举的时候就看他们，哇，放了好多广告，好厉害，那拿了。很多看板，到处都是他们的看板，但是对于我们的市民的生活有没有什么真正的帮助呢？想抢中间年轻选票，得先解决青年住的问题。小党年轻参选人们最能体会社会底层现况，两大党想突围，得先认真接地气。 TVBS 新闻陈佑翔、卓维姿台北报道。